姐姐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咱们去打球吧。可是今天听说会有闪电呢。没关系的，走吧。有只大鸟蛋，不对，是野鸭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姐姐，你看，鹿妈妈带着小鹿在散步，好可爱呀！不好啦，又打雷下雨啦，快跑啦！房子，我们先去那儿躲躲吧。姐姐，不闪电了，咱们还是快回去吧。快跑啊！太好了，终于安全了。